转吧转吧，这些画面是不是很疗愈啊？太高后矮嘿，梅森，我来分享我的超级口袋名单：兔比炸物、现炸洋芋片。先将特选马铃薯用超快速脱皮机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、光溜溜，再放入老板调整好的完美厚度切片机，就可以将它们放入油锅里炸到金黄酥脆喽。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讲究，油温、时间都经过老板多次计算，才有今天超级无敌好吃的现炸洋芋片。我相信各位一定都吃过洋芋片，但是现点现炸的你们一定没吃过，而且也没想到可以如此的正点哦。不论是原味还是我超爱的墨西哥，都是超人气口味。不止洋芋片，就连炸鸡也是老饕必点。吃炸鸡最重要的就是外酥内嫩，一口咬下鳞片般的金黄外皮，酥脆的分贝直接破表，鸡肉还可以保持如此多的水分，他们家真的很厉害。尤其是洋芋片，梅森只要三不五时就会去光顾，尤其是看电影来上一包，哇塞，真的是超级享受。